序就是不对的。为什么？金呀，不是金呀，又是金日又是，对不对？金日又是，对不对？金日又是，对嘛？金日又是。哦，不是金呀，那怎么是啊？那我要再重录啊。金日是金日，对不对？严重，这严重，这严重。来重录，港都夜游，我们来听听看年轻人的诠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不得了，是我弟妹啦。你弟妹长得很漂亮，结果讲嫁诺诺了。那吧，假的，假的。是风雨绵绵异乡的都市，路灯痴痴照着嘴滴，因阮心比伊青春浪滴，不知自己要行到位去。忠于原著，这是杨三郎先生，是这个是台湾创作界的第一代，嗯，所以今天那个歌词我们唱错，我们就要承认哦，哎，对，哪边唱？第一句就是不对的，为什么？金呀，不是金呀，又是金的游戏，对不对？金的游戏，对不对？金的游戏，对嘛？金的游戏，哦，不是金呀，那怎么是啊？那我要再重录啊，金呀是金的，对不对？严重，这严重，这严重，来重录。规则，规则，不是我听，他早是就是金的，杨三郎老师的版本，歌就是金的，啊，后来就把它改成完整。你唱一句，我们听听看前面。金的又是风雨微微，金呀又，刚才金的考听，金的考听，好，那我重录。